望摘取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除了今天出席在我們的音樂會之外，還十分之俾面同我們作了一首歌，作曲填詞一首包辦，另外就破天荒請了幾十位的歌手和年輕人一起合作這首歌。我是後輩，我想請問前輩，今次創作這首歌有些什麼的艱苦過程？完全沒有艱苦過程，幾乎一揮而就，很快地寫起，因為發覺那些年輕人一女侵我玩，我很 happy。 是啊，占叔幫你一起玩嘅咧，咁啊揾佢，佢實際嘅喎。咁我想問一問你咧，就係平日咧，你就通常都係即係匿埋喺錄音室嗰度做嘢啦。係。咁啊，今日嚟到呢個咁現場啊，咁熱鬧嘅氣氛，有20,000幾人咧，你感覺係點咧？感覺太陽非常可愛啊！即係前途一片光明咁啊！係，直情一片光明。係啦，咁我哋年青人咧，即係要做得到咧，就好多嘢都做得到。但係究竟邊啲係應該做，邊啲係唔應該做咧？我覺得而家嘅後生仔應該特別注意，尤其是喺香港啦嚇，特別注意一樣嘢就係千祈唔好隨波逐流，要自己有啲獨立思考，同埋要明辨是非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好難面對將來噶啦。好，果然係金石良言，學到嘢，學到嘢，真係。
人生經驗豐富咗，然講嘢唔同。多謝。當然咧，嗱幾十位歌手已經準備好了，今天詹叔除了上來跟我們聊天之外，還擔任指揮的工作。好的、okay, okay, 少年人一陣間見、okay, 麻煩你了，給一下先這裡走下去、哇這裡走下去，有樓梯可以慢慢步上。那在詹叔即是扭下擰下扭到落台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前面站了很多十位的歌星朋友，也是有傑出運動員，當然不可以缺少我們港台的 DJ， 大家就會一起就是跟詹叔一起唱這首歌，叫做《少年人》。最佳驚喜。